我喜欢被游戏感动，但是我更喜欢一个不作弊的 MC 服务器。我的世界平安盒子为着国内 MC 事业而努力。冒险家们，你们好！我刚刚起床，但是今天呢，我发现了一个非常非常牛逼的东西。所以呢，如果我声音听上去有点不对，那么是因为我刚起床。但是如果等一下听上去非常激动，那是因为这个游戏。这个游戏是什么呢？今天我们要玩《我的世界》。那你可能会想，哇 ，CC，《我的世界》这游戏几年前又出来了，有什么特殊呢？啊，你是不是山顶洞里面出来的？我说不是，今天我们玩的这个 MC 呢，是这个没有任何实况主感做的这个 MC。这个 MC 是什么呢？就是4399我的世界。所以呢，我发现了这个4399上面的这个我的世界啊，听说是十分十分的有意思。然后我想，哇，这个网页版的 MC 以前好像是有的，但是这个应该不会是山寨的吧，对吧？如果是山寨的话，我很好奇，那山寨到什么程度，你们知道吗？它会有什么功能？能不能挖矿？能不能？那我们先玩吧，我的世界。我们把我的世界这个搜进去，然后我发现有好几个版本的我的世界在里面，我一个还没打开，所以我还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。我们有我的世界网页版3，英文名 Worldcraft， 我的世界网页版叫 Mine Clone， 这个英文名其实直译过来叫做挖矿克隆，所以这也是非常牛逼的。好了，让我们先玩这个叫做 Worldcraft 这个游戏，我的世界网页版三，我是十分的激动。开始游戏，哇 ，OK， 你们准备好了？这个声音有点响，不过除此以外呢，看上去是比较牛逼的。让我们先打开一下。哇哦，这不就是我的世界吗？这个和我的世界一模一样。大家看，你看是方块，不是？为什么我是创造模式吗？我如果是创造模式的话，我能干嘛呢？我只能左键破坏方块吗？我左键破坏一些方块，这个是可以做到的。还有呢，我可以跳。OK， 很明显，我们现在的创造模式里面，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，然后可以砍树。但是没有任何鸡巴卵用，我们不可以放置方块。哇，这什么？哇哇哇！等下有什么用？哇，我可以放方块了！我的天哪，我是怎么做的？按 E，哦，我们按 E 就可以了。OK， 这他妈是什么方块啊？这个怎么说？这个材质比 Minecraft 要好几百倍，这个是一个大事实，在这里非常好玩。OK， 下一个游戏是这个叫做《我的世界》网页版。Mine Clone 这个游戏，哇，你看这个封面看上去和 Minecraft 是一模一样，哇，4399，你可真会标题党，也许它就是真正的 Minecraft。What the fuck？ 这个是我的史蒂夫的身体吗？咋回事呢？咋回事呢？这是史蒂夫的手对吧？然后这个是我的身体对吧？应该吧？为什么像一个天空一样啊？这个也是一个 Beyond， 哇，这个怎么一模一样呢？这一个人做出来的应该是，我卡住了。我刚选那个方块，它卡住了，非常非常牛逼！我的世界僵尸版，我的世界僵尸版，这次你需要面对僵尸的不断来袭，你要如何保护自己呢？我的世界是创造类游戏，一个比一个游戏厉害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在什么？怎么每次都一个人做的吧？怎么每次掉下来都一样呢？为什么这个上面天空看上去这么恶心啊？我的天哪 ！OK， 跳上来，我们能干嘛？我可以挖矿吗？右下有一个叫 Zombie Time 的意思，应该是还有多少秒僵尸就来了。哇，我们有3分钟吗？这能干嘛啊？但是，哦，我可以放方块。岩浆的岩浆会杀死我们吗？没有，这不是岩浆吗？如果僵尸要来的话，你知道吗？很简单的。等下，我们先把这个挖掉。如果僵尸要来的话，那是十分简单的。你们都知道该怎么做。哇，我一跳可以放2个格子，哇，好厉害！这次我们往下看的时候没有史蒂夫了，非常牛逼。哇，降落伤害有吗？哇，没有吧？没有了，是不存在的啊。OK， 我们在这里等着，等100秒。哇，30秒开始有声音，真厉害！他想让我干什么？我又没有剑，应该是意思是我只能把我自己围起来，所以。或者我们可以就直接这么升天，对吧？这也是应该是围起来的一种方式。OK， 13秒，我好激动啊，非常激动。6 5 4 3 2 1，哇，僵尸，哇，出来了一个僵尸，他们在干嘛？他们在干什么？怎么在急速飞呢？这些僵尸，
哇哇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他们有在抓我吗？我往下去一下，往下去一点，可能他们会看到我。他们有看到我吗？哦，他们看到我了，他们终于看到我了。行了，加油，兄弟们，我在树上，来抓我吧。我要怎么干他们啊？如果我想干他们怎么办呢？我这个岩浆能放吗？他不会留下来。假的岩浆块，这个岩浆小块块。OK， 然后呢？我会被他们打死吗？我们来，哇哇啊！我能打他们吗？哇，这僵尸好大啊！跟三个弱智一样，哇，这些僵尸跟弱智一样，这长的样子。我把你们挖下去怎么样？我们把一个僵尸困起来。我死了，我死了，我摸到一下，我左下角写着100生命值，然后被摸到一下我就死了。打造世纪之石，木时代，这个游戏听上去好牛逼哦！哇，这个是什么红石机关啊？这个 logo 都不对，这个 MC 领域，瑞典与世界，还是那个叫什么？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版是叫这个名字 ，mod， him mod， what？ 哇，这么好玩吗？失败，哈哈，故事失败了。等下我先玩一下，史蒂夫已加入游戏，史蒂夫都一个人做的吧？怎么都是从高空下来啊？然后呢，我可以掉下去吗？超级远古时代 MC， 再来一次。这次我们玩一些 mod， 刚刚那个 CS mod 看上去非常厉害，你们知道吗？看上去非常厉害，我是十分喜欢的。我们来看一看 him mod， 哇，这么吓人吗 ？him， 他就是 him， 这个就是 him，no，no him， 你怎么是隐形的呢 ？no， 不要，我建议他会怎么样？会失败。我刚掉了一下生命值吗？我掉了一下生命值。him 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。him， 他 him 够不着我。你看 ，him 就是这个三个字。OK， 我们死了会怎么样？我们来看一看。No， 我要死了。him 不要打我。我给他死了，能打我一下 ？him 怎么这么菜呢？我怎么死不了？我是死不了吗？哇，这游戏真牛逼，死都死不了。失败 ，OK。Integrated package， 大家好，我在飞行器里面，很明显。哇，这么牛逼吗？但是有什么鸡巴用呀？我还是在这个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地方。哇，好厉害 ，OK， 下一个。这是手枪还是机关枪啊？像放屁一样，没有任何人吗？这里没任何人吗？我操，就有一个人在这放屁，放野屁在这里，就这样吗？那我们应该是都玩过了，我觉得这些 MC。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你可以点个顶；如果你不喜欢的话，你可以点个踩。啊，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点个硬币，不喜欢的话可以偷一个硬币出来，然后别忘了点个订阅，看更多关于这种类型的视频。我中文说的不是太好，不是很牛逼，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别忘了留个评论告诉我你想看什么样的视频下一次。然后我们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再见，拜拜。